Hello， 各位啊，我是安哥 William， 我今天来到老，我老的代理啊，有批发鱼、观赏鱼，各位看到吗？我老的肥料代理有看到吗？文东农业、文东 Agro， 来，我的肥料代理有批发鱼、有养鱼啊，来，各位年轻人讲一下。来，你养鱼，你是怎样发现优登可以拿来养鱼？我怎样发现啊？我就是用这个安哥威廉那个，我手痒要倒下去看怎样哦。那个鱼很漂亮啊，然后游到没事情啊，会比以前漂亮？以前漂亮很多啊，因为它游到很深嘛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我就开始就用它喽，你以前放你不怕它死啊？死不就没关系啊，然后它不死我就赚了，然后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用它啦。如果死了就不可以啦，肯定是它不死就证明这个东西可以用它。就是你放了它的鱼会更深嘛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变成我每次我放鱼水啊就放它下去哦，鱼就很深嘛，这样子哦会比较好啦，比较好很多，直接其他的产品那些啊，分不了，不可以，只有安哥威廉这个现在。来，你放一下。你多久放一次？我换一次水，两天到三天，我换一次水我都有好啊。会更深门了。所以它那些鱼啊都会留在一起啊，混散这个肥料水啊，就是它可以，它都排过去，不可以，它就不会过去了的它。来。你讲我的这个叶多多是怎样啊？来，那个叶多多不是不可以，这叶多多呢是要放在鱼缸啊里面啊，它有水草那些东西啊，水草啊跟木头啊可以养到鱼，而且你就可以放这个啊。如果你放这个，它那些叶子啊更漂亮哦，变成，比如是很容易死的嘛，变成它就没那么容易啊，很生猛这样子啊，直接它也是肥料之类啊。所以鱼也漂亮，花也是漂亮啊，你们种那些木头花那些啊更加漂亮啊，放了这个好各位看到吗？养鱼啊用油灯啊，养鱼用油灯啊，各位记得啊，养鱼用油灯啊，来这位老板，各位亮好，这样我的你卖我的这个拿来养鱼可以啊？可以哦。可以啊。现在要用那个 EM 哦，找 EM 那个，你找那个养燕子那个。那个啊。试试看咯。那个一定可以的。这样你带几条有回头客吗？有，很多。够力吗？够力。我还要每个月都一班呢。我这个星期本来这天要写货给你的。这样过年后做开张咯，过年后等咯，因为他们农民现在不得空，好，他们又要打水，要打什么都要。好，各位啊，这个放鱼草啊，鱼草哦，好啊，1.8了，放不多，放一点啊，这个油灯啊，油灯又可以，突破油灯又可以，突破油灯也可以啊，可以，我拍给你那个是突破油灯来的吗？我没有这里没有突破油灯也可以啊。小的没有，两天没有放。突破有认识枪，放了更省咯。本来那些是放大桶的，放是那些大鱼车是放5mm 的，你放突破有认放两个 mm 就可以了。突破有认啊。突破有认，给你一个突破有认。各位啊，突破有认也可以啊。哇，你看，证明我的是 organic 哦。突破油灯放了会比油灯少啊！因为这里这水呀、比较有那个铁性啊，铁性给它解掉它喽。这样啊、好，好，各位谢啊！你看，安哥威廉心好，人好，帮助你看，天都会帮我、对吧？你看各位天都在帮我，你看，你人好心好做善事嘞。天地都会帮你、是吗？又一个新发现哦。OK 啊，谢谢啊，拜拜啊，拜拜，帮我谢啊，养鱼了。